国语核岛电视中国新闻语音版，2020年12月8日，周二，给我十分钟，让您知晓东南西北中。公历2020年12月8日，星期二，农历庚子年10月24日，更新时间北京时间凌晨4时。核岛电视 HOTV， 不一样的电视台。现在播报一新闻排行榜精选头条。一，浙江一女子网上查询老公开房记录，转账3.9万后被拉黑。来源：潇湘晨报。与丈夫吵架，找不到对方下落，女子在网上寻求定位软件，本以为有了他就可以知晓丈夫的情况，没想到却被骗子坑了一把。近日，家住浙江义乌稠江的吴女士，化名，因为因琐事与丈夫吵架，一气之下夺门而出。等回家后，发现丈夫没有回家，电话也联系不上，迫切想要知道丈夫的下落。吴女士一时犯了傻，在网络上查询老公开房记录，发现有人在兜售可以精准定位并能查询开房信息的软件，于是信以为真，马上联系了对方。根据对方指引，吴女士在手机上下载并安装了对方发来的名为天意定位的软件，打开后发现该软件需要授权码才能使用，吴女士便联系对方，对方解释说需要购买授权码，授权码的使用期限分别有90天980元、180天1580、365天2200元。吴女士选择了最贵的365天2200元，之后就被对方拉入了一个微信群，吴女士在群里发放11个200元的红包支付了这笔费用。本以为付完钱自己就可以通过软件对丈夫行踪了如指掌，没想到吴女士发现该软件还是无法使用，随后对方又以保证金、服务器使用费、增强 GPS 信号等各种名义继续让吴女士在群内发红包。大概是心急，吴女士一直没发现其中的套路，直到自己发了3.9万余元的红包，吴女士发现该微信群竟然被解散了，自己的微信号也被对方拉黑，她这才意识到被骗并报警。目前该案已立案侦查，相关工作正在开展之中。二，看到未婚妻的网购记录，男子彻底崩溃，藏着个大秘密。来源：温州晚报。人与人相识相知相爱并不容易，结婚更是一辈子的事。广东佛山一男子爆料，他从未婚妻的网购记录中发现了蛛丝马迹，从而揭开了未婚妻的大秘密。现在不止结不成婚，二人互相指责，因为与钱有关。家住广东佛山禅城的于先生，今年年初原本应该满心欢喜准备婚事，但是因为疫情就有所耽搁。谁知道就在这期间，竟然发现自己的未婚妻黄小姐藏了一个大秘密，而这个秘密直接让于先生和黄小姐的即将圆满的婚姻瞬间破碎。于先生也是近来才发现黄小姐的秘密的，那就是黄小姐经常在淘宝上购买小孩子的玩具。购买小孩子的玩具本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，但对于一对即将结婚的年轻人来说，这并不常见。于先生心里就有个判断，他怀疑黄小姐曾经生过小孩，结过婚，还有个10岁儿子。这个消息对于于先生来说就仿佛一个晴天霹雳，这令于先生无法接受。同样无法接受的还有于先生的亲人，人生大事只差临门一脚，这换谁都是无法接受的。这一对准新人于先生跟黄小姐的亲人也是脸红耳赤，吵个不停的，而争吵的内容都是和钱有关。于先生说他和黄小姐网恋相识，拍拖2年，也同居了一段时间，去年年底还在老家办了订婚宴，他一共在黄小姐身上花了近20万，如今人财两空，实在让他意难平。于先生说他投入的钱有10万是礼金，其他的是恋爱中的开销，包括给黄小姐做美容投资的2万，以及一些金银首饰、帮对方还信用卡等方面的开支。于先生和他家人就希望黄小姐将钱退回来，然后再向自己家道歉。三，在大城市买房的年轻人坐拥百万资产却没钱聚餐。来源：中国新闻网。我坐拥百万资产却没钱聚餐，中新网12月7日电，好苦恼。26岁就背上了100万房贷，每个月1万多块钱月供就这么没了，一位在北京买房的小伙子如是说。这句话里的关键信息，26岁拥有价值上百万的房子
每月工资上万。乍一看，这位小伙子仿佛深谙凡尔赛文学之道，在不经意间透露出自己的优越生活。但实际上，一线城市的年轻人身负百万房贷，究竟是甜蜜的烦恼，还是被迫的压力？坐拥百万资产，但身上没有闲钱。拿到这道题的唐先生脱口而出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盼着发工资，之前银行卡从来不带看的，想着反正也少不了我的。26岁的唐先生在北京工作已有好几年，今年刚领证结婚。为了在北京买房，他向银行贷了195万元，每个月需还房贷10000多，占据工资的60%。我是和媳妇一起还贷，不然银行根本就不给我贷这么多。毕竟一个人的工资流水不够看，甚至两个人加起来都不够看。唐先生告诉中新网，自己算得上是举家买房，身在湖北的父母借着他买房的由头，把公积金也提出来了。即使父母帮衬下，如今的生活也是紧巴巴，谁找我聚餐我都说没钱，真是没想过会过上这种日子。二，实时标题新闻榜，一句话懂天下。社会幼师坐女童身上玩手机，被刑拘校方做出解聘处理。社会长沙银行副行长贪腐细节曝光，伙同前妻受贿给情人买房。社会浙江警院回应，老师被指半年虐杀数百只动物，正展开调查。社会副厅级干部贪腐细节披露，包养二情妇给其花销上千万。社会男子一早开车去珠海赌派出所门口大喊举报，反被当场抓去坐牢。社会举报公安部 A 级通缉犯，云南一小伙获30万悬赏金。社会卧底倒车计，嫌疑人计划周密一晚盗走9辆车。社会央视披露上同均案细节，有案犯曾通过吃药伪装甲亢或监外执行。社会保洁捡到1克拉钻戒，上交后反被罚500元，公司归还时间太慢。社会继美国和罗马尼亚后，英国也发现了神秘金属巨石。国内港媒，潜逃乱港分子许志峰汇丰账户冻结又解冻，已将钱转走。社会一人死刑一人死缓，内蒙古803持枪抢劫金店案宣判。社会婚礼当天，新娘追着伴郎跑，脱下高跟鞋田埋上狂奔，背后原因笑喷网友。社会男子八进宫学到演车技术，开赴公安追回舞台被盗非机动车。社会不偷就难受，居民合力围堵，这个内衣大盗又栽了。社会他在好友家正偷着东西，闺蜜丈夫带着警察回来了。社会广东一出租屋被查获招劫卖淫，村委会属实，对全栋楼停水3月。社会男子吃霸王餐后狂分演技，店主无奈叹气，别拽人车了，你走吧。国内送温暖之后，蔡英文又称澳大利亚葡萄酒最近特别受欢迎，岛内网民酸讽。国内警示教育大会后，副区长主动投案。国内80后高升，你任政县级领导。国内国资入主1个月后，32岁的他任这家企业董事。社会医院回应错换人生28年案被判赔76万，服从判决将尽快支付赔偿金。社会吉林农民用20000个玉米盖黄金屋，温馨好看。网友灵魂发问，牢固吗？社会全身被刺伤，7处缝了18针。云南一辅警为救群众勇斗持刀行凶者。社会10秒终结，鳄鱼埋伏锁喉被杀，小猎豹拖入水中，母豹在岸上干瞪坐。社会26岁男子称自己坐拥北京百万资产，但谁找聚餐都没钱。国内在大城市买房的年轻人坐拥百万资产，却没钱聚餐。社会购物广场撒钱引发千人哄抢，主办方扔假币遭戳穿，挨揍民众换真钞。社会苹果承认 iPhone 11屏幕问题，官方发布免费更换计划。社会德国发现500公斤重未爆弹，1.3万民众紧急疏散。社会女子一年去医院100次，住院16次，小便都是红药水盐仓。国内他获扫黑三等功，却让黑老大给情人装修案卷1米高。社会意大利男子和妻子吵架后暴走450公里，违反宵禁措施被处罚。社会你千万不要报警啊，过几天我就将钱还你。口罩男持刀抢劫女子，得手后下跪作捐。国内中天诉讼请求暂时准许换照继续经营电视台，刚刚被驳回。社会网友见面点20000元火锅，男方伸手摸女方胸后掏弹。社会最新画面曝光，溺亡女孩父亲就不就是警察的权利。社会错换人生28年案一审宣判，律师
当事人对医院负责后续治疗非常认可。社会看到未婚妻的网购记录，男子彻底崩溃，藏着个大秘密。社会90后父母正在制造双性儿，有人扶转胎要产阴阳娃。社会八人入侵住宅暴力强拆，遭房主插伤，检察机关正当防卫不予追责。社会郭姓男演员等富豪千万房产还没拿到手就要被拍卖。社会辛巴带货假燕窝，后续赔偿未完成，涉事公司股权变动。社会为了与丈夫的约定，上海78岁老太坚守公共电话亭27年。社会美国5岁小朋友拿错包，别人上课掏课本，他掏出一把枪。社会太原汾河边18岁少女要跳河，朋友劝保安拦，民警管。社会又出事，日航波音客机引擎破损，迫降乘客都准备写遗书了。图片帝俄5号对接组合体成功分离择机返回地球。社会27岁小伙刚入职就急性肾衰竭，没想到竟是因为一次团建。图片日本小行星探测器极鸟2号回收舱返回地球。国内以案为鉴，与黑恶势力称兄道弟的自毁之路。社会浙江警察学院回应教师虐待动物事件高度重视，开展调查。国内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邱小雄因病逝世。社会错换人生28年，医院判赔76万。患癌当事人了却一桩心愿。社会女子失恋19天，因呼吸困难就医查出艾滋，还到发病期。图片新疆军区雪地军演，出动88式主战坦克。国内绿媒还在吵，解放军军机今早一连3架次进入台西南空域。图片印尼用拖拉机改装的无人战斗车很拉风。图片英国海军密切监视俄海军舰艇，贴身跟随。图片以色列摩萨德指挥官遇刺，车门上满是弹孔。图片 F-35 的最强对手 X-32 验证机弹仓在侧面。社会老妇常受虐，被丈夫刀砍，用木棒反杀法院，防卫过当。社会女生溺亡警察被指救援不力，多地警察游泳无硬性要求。国内粉丝不到1500的台湾网红怎么就被陆委会盯上了。社会母亲痛哭，醉驾拘役3个月，她等来3岁肺癌儿子最后3天。国内媒体提醒，未来6周特朗普对华疯狂举动或推向高潮。国内军报在批郭伯雄、徐才厚、房峰辉、张扬4个军虎。国内高压反腐后，这个省207人主动投案，水电费都降价了。3和媒通讯社讲好何家故事，转播中华文化。现代何氏名人介绍：何享健，男，汉族，中共党员，1942年出生，广东顺德人。1968年5月，集资5000元，创办了北街半塑料生产组。1980年开始制造风扇，进入家电行业。1992年毅然推动美的进行股份制改造。2001年完成了公司高层经理人股权收购，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。2012年8月26日，何享健卸任美的集团董事长，现任美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，广东省何的慈善基金会荣誉主席。2018年10月，被中央统战部、全国工商联推荐宣传为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。2018年12月18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授予何享健同志“改革先锋”称号，颁授改革先锋奖章，并获评乡镇企业改组上市的先行者。2018福布斯中国慈善榜发布。何享健家族以10.9亿元人民币的现金捐赠总额名列第二。2020年4月7日，何享健以216亿美元财富位列2020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第36位。2020年10月20日，何享健家族以2250亿元人民币财富位列2020胡润百富榜第6位。4历史上的今天，1941年12月8日，日军向香港发起进攻。1941年12月8日凌晨，日军主力在炮兵、空军、海军的配合下，向香港发起了猛烈进攻。空军首先轰炸了香港启德机场和停泊在香港海面的英军舰船，摧毁了香港英军薄弱的空军力量。日军步兵随即向九龙要塞发起攻击，英军瓦利斯准将指挥的大陆旅疏于防范，九龙要塞被日军轻易攻占，英军被迫转守香港岛。12日，日军向英军发出通牒，要英军投降，遭到拒绝。18日深夜，经过5天的彻底炮击后，日军分别在北角、不来马、水牛湾完成了登陆。
英军反攻，未能成功。19日，英军西部旅旅长罗松准将战死。20日，英军被日军完全分割在东西两个地区。21日，东部旅向黄泥涌山峡反攻，西部旅向尼克松山反攻，均未能成功。24日，日军再次对英军劝降，但仍被拒绝。25日，日军飞机及炮兵集中火力对仓库山峡、湾仔山峡、戈富山、彻奇山、西高山的英军阵地狂轰滥炸，迫使英军放弃抵抗，无条件向日军投降。26日，日军举行了占领香港的入城式。何导电视 HOTV 不一样的电视台，为你梳理一天热点新闻。播报完毕，谢谢收看。